Good morning, everyone. 今天是在伦敦的第二天，这间店每次过来都有好多好多人。如果要到了中午的时候，都是好多人在这排队。现在是早晨8点多，街上人还不是很多。今天是礼拜三，我们现在是在往泰晤士河边上走。走在这个大街上，人就稍微多一点。越往那边走就越热闹了，越往那边走就是 Main Square。 现在这个位置就是它的 Main Square 了，转一圈瞧瞧，远处还有一个圣诞市场 Christmas Market， 一会儿准备过去瞧一眼。 Magnificent。伦敦的 tour 特别特别多，几乎是前后左右都是有人带的 tour。 旁边是伊丽莎白和她爸爸乔治的一个 memorial。 我们现在走的这个地方是白金汉宫 Buckingham Palace， 准备去看 guard change， 去那个就是交换警卫，但是我们来了已经提前半个小时了，人已经人山人海了，估计也没法看了，就随便瞄一眼吧。这是 Queen Victoria's Memorial right in front of Buckingham Palace。 看现在已经路边都站了好多人了。 We're lucky on the first row。这个就是在白金汉宫边上的一个门，真漂亮。从高处看一下白金汉宫，刚刚看完那个 guard changing， 旁边就是维多利亚女王的纪念碑。今天风比较大，看这伦敦的游客多多呀。现在风超级大，不过伦敦那些好看的楼太多了。Harrow Square。
这边是他们的 shopping district， 所以商店特别多。现在是礼拜三，这里面一样还是有很多人。这楼上打的灯特别漂亮，现在是白天也一样，看着像那个fairy tale 一样。进到 Harrow 里面来了，随便逛一下，有点像纽约的 Macy's 或 Saks Fifth Avenue， 反正都是 department store。这个。这里面有一个 food court， 现在我们去看一下。Wow, look at the elevators. So pretty. Ground floor food service. 哦 smell so good in here. Look all the goodies.叫 raw vegetables。它这里面是非常非常的大。分好多种类的，Carrot cake， pudding cake。Stair is so grand. Christmas tree.在这个 store 里面的 Christmas tree 做的都这么 luxury。现在有点下雨，我们准备先去看一个博物馆。这个博物馆叫 Victoria and Albert， 就是维多利亚女皇和 Albert 的一个博物馆，很大。